赵丽颖所饰演的花千骨这一角色可谓是入木三分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而赵丽颖圆圆的嘟嘟脸更是被粉丝亲切的称作包子脸。放眼当今娱乐圈，女明星大部分是锥子脸，常有包子脸的女明星可谓是凤毛麟角。而赵丽颖独有的包子脸不仅看起来十分可爱，也让人感到眼前一亮。现在赵丽颖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圈内知名女演员，坐拥粉丝人数无数。赵丽颖能够取得目前的演艺成绩，完全是靠个人的拼搏奋斗。赵丽颖的家庭背景相当朴实，老家在农村，而她本身也没有任何专业化的演艺学习经验。赵丽颖跑过七年的龙套，刚开始她什么小角色都演，逐步磨练和提升个人的演技水平，终于在新版《还珠格格》电视剧内，赵丽颖所饰演的晴儿一角开始广受好评，为自己积攒了人气。之后赵丽颖所参演的《陆贞传奇》更是让她大火了一把，直到去年《花千骨》的大热，赵丽颖才奠定了实力当今花旦的名号。赵丽颖本身自带热搜功能，她所演的任何一部电视剧都能够引起关注度，例如今年赵丽颖所参演的《青云志》《老九门》《胭脂》等都有着不错的收视率。赵丽颖的大红大紫并非偶然，她一直具备着吃苦耐劳的坚毅品格，一年几乎360天都待在剧组里，而老天一直比较垂青于努力上进之人。